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费雪牌的小医生套装。那它里面总共有六个东西，是给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玩的游戏。那我们看看有什么吧。第一个呢是这个血压计，它可以真的绑在手上，只要按压这个绿色的帮浦，上面的指针就会转动哦，很酷哎。好，还有这个耳科检查器，可以看看你耳朵里面有没有虫啊、蝴蝶啊、小鸟啊。好像都没有。好，还有这个，额温枪，它总共有三个阶段哦，可以放在额头前面量。第一个阶段呢是绿色的，没有发烧；橘色有点发烧；红色你已经发高烧了，要去看医生喽。好，里面还有这一个针筒，可以让你模拟打针的感觉。啊，最讨厌打针了。没有，小朋友要勇敢一点哦。好，这个呢还有这个绷带，你可以放在你觉得会受伤的地方。最后一个是它的听诊器，这个听诊器呢主打让你真的可以听到心跳声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 Hello Hello 呼叫基地台，真的有声音耶，很酷耶，大家试着玩看看吧。拜拜。